现场的各位战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致敬终极英雄回眸2018的现场，欢迎大家。2018年是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呢，我们谁是终极英雄栏目组深入火热的实战化演兵场，组织拍摄了一大批以训练尖兵大比拼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节目。我们把一场场精彩激烈的比赛，把一个个令人血脉奔张的勇士形象呈现在了亿万电视观众的面前。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有一个环节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就是每一位优胜者都会将他们光荣的名字写在我们终极英雄的旗帜上。所以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终极英雄旗帜入场。大家看到这面旗帜上面镌刻满了我们英雄们的姓名，这是一面见证了拼搏与奋进的旗帜，这也是一面凝聚了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的旗帜。这面光荣的旗帜召唤着精武英雄，集合着训练高手。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会邀请到很多曾经把名字写在这面光荣旗帜上的英雄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次为大家展现他们的绝技才能。当然今天还要为大家介绍来到现场的两位尊贵的嘉宾。首先我们为大家要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德高望重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田华老师。田华老师请坐。田华老师呢是一名抗战老兵，他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部队，无论是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还是在大荧幕前，田华老师始终坚持为兵服务，用艺术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塑造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的艺术形象。值得一提的是，田华老师还参加了93阅兵仪式，乘车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所以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田华老师致敬。另外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位嘉宾是我们的特约军事记者韩露，欢迎韩露。韩露呢也曾经多次跟随我们的摄制组深入终极英雄的比赛现场，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比赛瞬间，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终极英雄的诞生，可以说他对于终极英雄有着一份特殊的切身感受。所以今天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都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在这儿先卖个关子，他们究竟要担负什么责任，我们等一会儿为大家揭晓。在我们的部队中呢，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每一个战士都会唱的军旅歌曲有我在，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把他的原唱周鹏请到了现场，我们首先大家掌声欢迎周鹏为我们带来这首有我在。满腔报国志，战士生来就为上战场，粒粒英雄胆，默默一志刚，一切只为明天大胜仗。呐喊一声，有我在，这一腔热血咆哮疆场。呐喊一声，有我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光，呐喊一声，有我在，这一腔热血咆哮疆场，呐喊一声，哦，我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光。
改装，征程好儿郎，展示胸怀和平的梦想，挺起铁脊梁，扬过肩锋芒，一切只为祖国反抗。我们的荣光，呐喊一声，有我在，这一腔热血咆哮疆场，呐喊一声，有我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光，呐喊一声，有我在，这一腔热血咆哮疆场，我们的荣光，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光，荣光。怎么样，精彩不精彩？这还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头呢，当然了，有我在，这真的就是致敬我们终极英雄节目的主题。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不得不说，现在呢，我们是和平年代，跟战争年代不一样。在战争年代，浴血沙场奋勇杀敌的勇士是英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和平年代，苦练本领无私奉献的官兵同样是英雄，大家说对不对？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该请英雄出场了，那么要上场的英雄是谁呢？让我们有请田华老师。立志报国，不爱红装爱武装，苦练本领，敢于男儿比高强，党的创新理论激励成长，沙场战地怒放，铁血荣光，他们有个让人倍感美丽而又倍感震撼的称誉，特战霸王花，南疆火凤凰，他们就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的女子特战队。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支女子特战队的代表杨敏上场。杨敏你好。杨敏也是参加了我们之前谁是终极英雄比赛，而且夺得非常棒名次的一个选手，我们先用热烈掌声欢迎一下杨敏好不好？那杨敏，我们知道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有很多惊险的项目哈，可能也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你印象中，最艰难或者说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有哪些？印象中最艰难、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汽车过顶和炸药包，这两个科目是最锻炼我们特战队员心理素质的科目。汽车过顶还有炸药包。听着就让人觉得已经心惊胆战了，究竟这两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比赛精彩画面。现在上场的是四号三号谢小丽上场接受心理测试的考验。作为大学生士兵，他当兵5年，是一名优秀的通信设备指挥操作控制员。
在谢小丽佩戴的检测传感器上，清晰地显示出汽车过顶时她的心率变化，由初始状态的92上升到了101，上升幅度比刚才四号邱泽敏要大一些。五号金凤也是一名大学生士兵，他曾为17个国家、50多名专家现场展示地震救援技能，又参加过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士兵演练，获得过献给最优秀士兵的勋章。在汽车过顶前，金凤的心率为83。两辆汽车从他的头顶驶过后，心率值上升到了每分钟92。在汽车过顶中始终保持自我心态稳定的曾兰花，面对惊心爆破的考验时，看他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与震撼呢？刚才这两个环节看得确实惊心动魄哈，杨敏，当时你紧张不紧张？在拿着炸药包在手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爆炸，所以当时特别紧张。所以不光是技能，最关键是对心理的一个考验，对不对？是的。其实我们知道，对于战士来说，特别考验心理的一个最基本的技术就是射击。如果你心理不过关，射击是没法保证稳定性和精确性的。所以杨敏是不是在这些环节的考核上，对你也是很有压力的？是的，在后来的一个多种武器射击中，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情，才能击中目标。好，多种武器射击，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杨敏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现在上场的曾兰花和杨敏都是射击高手，那么在多种武器的射击上，今天杨敏来到了现场，作为我们的终极英雄，今天是我们全年的总结和回顾，你肯定也有想要在现场给我们战友展示的，对不对？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杨敏以及他的战友给我们进行现场展示。
看的是非常的精彩，但是对于我来说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只能说，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太不容易了。可能普通的男兵练成这样的功夫都需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但是这里面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考验，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韩露为我们讲讲其中的门道。有请韩露。刚才呢，田华老师在介绍我们女子特战队员的时候说了三个字，称他们是火凤凰。那么火凤凰呢，实际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着重生。我们经常说呢，在生活当中有男女之别，但是在战场上却没有性别之分。我们这些队员呢，参军入伍以后，他们接受的训练跟我们的男兵标准是一样的。那么刚才呢，他们展示的有三个科目，分别是匍匐刀、导弓和格斗。那么匍匐刀呢，分为上刺、下刺、斜刺、反刺等八个科目。从当时的表现来看呢，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猛、准、狠，做到了一招制敌，一刀毙命，非常精彩。他们真不愧为火凤凰。是的，不愧是火凤凰。所以听了嘉宾的专业点评，我们也是由衷的对这些军中绿化火凤凰非常的钦佩，非常的赞叹。让我们再次用掌声送给这些巾帼英雄，谢谢他们。
在我们的军容中还有无数的英雄战士，他们的姓名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历史的画卷上一刻了绿色的背影。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军旅歌唱家张麦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绿色背影。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每当走上舞台，每当音乐响起，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个战士的身影和关于他们的故事。我想他们的意志力和那种忠诚力是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的。接下来把这首军旅情歌唱给大家，绿色背影。
谢谢大家，谢谢张麦老师，唱得好不好？其实我看了大家的绝活啊，我也有点跃跃欲试。哦，真的吗？不过，我这不能拿刀，我觉得我来个空手道吧，好不好？来。哎呀！谢谢大家。所以今天呢，有这样一项军事技能叫做数字马超报，我们现场有战士想要跟您比试一番，您敢不敢应战？这个我有点悬，不过什么叫数字马？超报。超报啊，数字马超报。这样，我们请我们的专业的嘉宾啊，韩露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数字马超报究竟是什么技能，需要我们有什么样的专业素质？好的，我来说一下这个数字马超收，也叫数字马超报，它实际上呢是我们的通信兵跟电抗兵的一种密语通信方式，就是用耳朵来听数字码，然后呢用笔来迅速地记下来听到的码数。那么通常呢，我们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优秀的一个超码员一分钟也就是60秒的时间可以达到300码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300码是什么概念？是300个数字或者300个？是300个数字啊。不知道张麦老师有没有兴趣跟我们的超马员？我背上的汗已经出来了，不过我很有兴趣，我想尝试一下。不是零分就好，我听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要不然今天其他的我不知道。要不然今天这数字马我们唱出来，是不是就更偏向您了？这太考验我了。那上吧，当兵的就是不怕，是不是？对，我们为张麦老师细心鼓掌。哦，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挑战者上场。我们的两块白板也已经摆在周边了啊，准备开始。五拐四三六勾幺洞两八幺六三勾四两八洞拐五拐六三勾四五八洞两幺洞六四幺拐八勾两五三两勾三五幺六八拐洞四勾拐四八三六幺洞两五五两拐八六幺勾三四洞六幺。好，我们那位战士基本上写的算是标准答案了。张麦老师，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我快写哭了，不过我写了两三排还是可以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好。谢谢谢谢。好，张麦老师，那您觉得既然不错，我们再比一次。再来一组快点的，反正已经都这样了，再来就再来了。好，那我们再来一组，二位准备。准备开始。五拐四三六勾幺洞两八幺六三勾四两八洞拐五拐六三勾四五八洞两幺洞六四幺拐八勾两五三两勾三五幺六八拐洞四勾拐四八三六幺洞两五五两拐八六幺勾三四洞六幺两拐三洞五勾八四六幺拐四八两五勾洞三勾六八五四洞拐三两幺勾三幺四拐两。好，结束。张麦老师从第5秒开始就已经当评委去了。我觉得就直接欣赏吧，直接向英雄致敬吧。嗯，这个技能非常的了不起，堪称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的英雄。谢谢你，再次谢谢你，谢谢。同样，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张麦老师，谢谢张麦老师，谢谢。真是了不起。所以说呀，360行，行行出状元，在我们的军中也是。可能在不同的领域，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这个军事技能，都有自己的绝活。所以接下来我们又要有请上我们的终极英雄代表了，他们是谁呢？让我们有请田华老师。比武场上自如驾驶炫酷漂移运输线上千里驰骋精准保障一专多能走打双能运防全能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新的一代汽车兵的精武风采看到了新型保障部队的铁流浩荡他们就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勤务支援旅
那这支勤务支援旅的代表，在比赛中获得终极英雄称号的王光顺，今天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 你好，你好，每一位上场的终极英雄啊，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他的当时的比赛过程。王光顺，先给我们讲讲吧，在你的这个挑战和比赛的过程中，哪个环节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在比赛中啊，我们这个设置了很多科目，都几乎是贴近了实战，但是印象最为深刻的有八字形限制路和 Z 字形倒车几把两个科目，在八字形限制路中，我们展示的。 驾驶员高超的驾驶技能，但是在这过程中，他速度以及精准度特别重要，方向感必须在全方位立体感的情况下完成驾驶操作。第二个，在这个 Z 字形倒车几把过程中，也非常考验一个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这个战术技能，因为它起到了一招制敌的作用。你在几把过程中如果是十环，那么你就赢了。 如果你击歪了，或者说在倒车过程中方向把握的不好，那么你就输在了战场上。在真正的战场上，那就是生死存亡的一瓶瞬间。所以说，虽然是比赛不是真正的战场，但是同样对我们的考验非常大，尤其是心理的考验，因为就那一下失败了，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刚才我们已经听了王光顺的讲解了，究竟那天比赛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刚刚提到了，因为他这多次参加比武，他比过积累很多经验。一直感觉他这个马特别的顺畅，你看他过这个弯道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平顺，很顺畅。而且我们看到他过弯道、过每个弯道，感觉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气球都没有压到。 精彩的片段，我们已经回顾完毕了。当然，今天王光顺来到了现场，也不能就这么来了，对吧？我们的战友们一定想现场见识一下你高超的驾驶技能。你有没有想要现场给我们展示的？今天我带来了八字形限制路的前进与后倒，然后直角精准倒库，再有一个就是精准漂移入库。好，三个项目，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欢迎王光顺，我们一起来一睹他的风采。
哎呀，刚才王光春的驾驶真是太精彩太激烈了，好几个环节啊，真的惊心动魄，看得我这个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当然我们是看了热闹，这里面有很多的专业驾驶技能，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韩露给我们点评一下，有请韩露。好的，刚才呢王光顺驾驶的车辆呢是我们通常用的运输车，那么这个运输车它的长度呢达到了7.7米，那么高度呢达到了3.2米，宽度呢达到了2.5米。那么在八字路上面行驶，这个八字路呢实际上宽只有3米，也就是说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车辆跟旁边的障碍距离也就是20几公分，所以说对他们的这种精准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车辆在八字路上面前进后到，它的速度都达到了将近40码的速度，那么完成八字路的限制路和漂移难度非常大。我们刚才看在快速行驶的过程当中，王光顺一个障碍物都没有碰到，也是非常的精彩，向他点赞。好，谢谢韩露的点评。的确大家也看到了哈，一个桶都不撞，而且车身和这个赛道的间距这么狭窄哈，确实非常的不容易。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预祝我们的英雄王光顺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再创佳绩，再创辉煌，我们向英雄致敬。铁血担当，捍卫尊严，不向功。